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观流水。那观流水呢，是我们形意八卦门内功形意拳八卦掌最重要的心法。那所谓观流水呢，就是你这个锁骨以下，身体前面锁骨以下，锁骨的高度，锁骨以下的气要往下走。那这个人位的气呢，往下走，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你的气一直往好的方向走啊。你后天的走向是往上浮逆的，往上走。那走到有一天，通通用完了，就用完了。那你现在要往下修，往下走，这个现象呢，你那个我们进入内在的修为，那就是一个观流水的心法。那你观流水，你怎么观？它的过程流程，就是你这个。我师父李梦雄大概他三十出头的时候，1980几年83、84、85这几年他又写了一个形意拳心法。那是第一句是形手总纲，就是说你的外形你练内家拳，你练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这些，你行一定要守住那个怎么样让气下来的那个方式，所谓悬顶，悬顶，头要悬起来，竖颈，脖子要竖正，卷舌扣齿，眼睛看远，展背，背要展开，这个两个肩胛要往前推，又要展开，又要往前推，展背推肩胛，沉肩，肩又要沉。坠肘，手肘又要能坠下去，虚空又要能坠啊，你这样下手要合住，也要坠下去，不管什么你都要有这个坠肘属膝部含住这个脊椎，任其自然自然的这个脊椎的曲线。行手总纲有了以后，你意观流水意观就是你意念要观照，要观察你内在你这个身体好像有这个从锁骨这边好像有水这样流下来那种感觉。那你水从哪里出来？就是从你这个锁骨窝这边这边有陷进去，这边就好像这边是一个水池这里一个水池水满出来，这样满出来从你前面这样慢慢的这样渗下来，那种感觉从这个高度这边这一个就好像那个瀑布那个一个水池的这个边缘边缘水满下来，它慢慢流下来那种感觉一观流水要用观的，你不能用想的。为什么不能用想的？因为你如果用大脑想，你气就又上来住，你又火气又上来。所以我们修行都不能用想的用想什么，想你有什么轮什么想你的气在动都不行你要有那个正确的方法，怎么样先止逆，要先能止逆气要先从这里，要先练这边的气，要先能下来你这边的气可以下来，那你就是进入这个内在的修为，真正的练气真正对你身心有用处的练气的这个范围里面。那第三句呢，就是你流水有观出来的，你才开始你有办法练这个内在的变化这个气不会再反逆，就算它会反逆，你每一天在锻炼它就越来越稳定气越来越往内深入，越往中间里面靠，越往里面内练一口气你气味你这个流水它会越来越往内渗你身体一层一层就往内
好，你所有的问题，它有的很深层的，你也是要靠这个流水来把它解开，来把它，好，用流水来把它，啊，算是顺行，好，把它解开，好，你里面啊气有抗住，啊气有不顺的，或是你哪边有什么病症，你都要靠这个流水，啊，来打通你的气脉，啊，来让你的气顺行而下。这样以后你才有办法第三句全运天地，你就开始他丹田这边也可以守得很好啊，这边啊肩膀这一个环节这个气也一直下来不会再上来啊，丹田这边的气也守得很好不会让它上来，你越守越好以后你经过再更多心法 更多口诀、啊，劈拳崩拳，啊，劈拳钻拳崩拳炮拳横拳，一直内聚一直往内伸一直定一直往下沉，啊，这个流水的作用它越来越深越来越聚越来越沉越来越渗进去，哎，洗涤你全身，啊，自尽其意自尽其身，啊，慢慢以后你才有办法跟天地合起来，啊，先去合地，啊，慢慢的它自动会合天，你要先能让自己的气能守得好，先要止逆止在这边，啊，固本培元，培养你的丹田让它越来越实在，本固而道生，你这个本，你这个固本培元，你这个丹田能稳固以后本固 它如果完整，啊，不会常常反逆，不会一直落入后天，你这个道才慢慢，你才有你这个修的这个才慢慢合道，啊，没有你都只是在那个，哦，在气根，哦，啊，你后天着意在那里，啊，练那个，哦，啊，周天啊或是几个轮啊那些，哦，或是打通任督啊或什么，就是一些枝枝节节，你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好，一个整体的一个很清新的脉络，一个啊，我们讲次第步骤这样一直上去，一直堆垒上去的话，你转的那些东西，它都是啊，它都是没有用处的，甚至对你身体有所危害。啊，所以再来你就你。流水有出来的，你就进入内在的修为，所以行手总纲啊，旋紧束紧这些，好，一观流水，水有开始动了，气有开始往下走了，让它稳固，好，你啊里面有这些，哦，法门守好以后，全运天地，你气才有办法跟天啊，跟地跟天合住，好，那当然了，那个过程很复杂。总之，好，我只讲一个大概梗概，好，所以这一堂课是教大家要观流水，你平常练功就要观流水，心常净空，那你因为你气你这个有下来了有往下走，好像水的现象，好，你用感觉的，欸，你每次练功你就感觉这个锁骨以下，啊，好像有水这样往下流，你不是用幻想，你感觉好像有，啊，就算没有没关系，你就是感觉一直这样感觉好像有，哦，用感觉感觉，哦，不能纯粹的用想的，你在练功你才可以去感觉，哦，你至少要守住掌背拳紧束紧舌头卷紧，哦，啊，再来观流水，这样才是练功，练内在的这个气的变化。那你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因为你水流下来，你这个心火啊、肝火、胃火，你所有的火，五脏六腑的火，啊，这个啊，这个红孩儿，啊，这个有五车之火，啊，这个，所以你这个火，哦，它是非常多，你落入后天以后，哦，你如果不调，哦，冲太快那个火就很旺，哦，或是抗住的话它就是，哦，郁症，那你慢慢水下来了以后你心就
你才有办法净空啊，心有这个气，还有这个一直往下走的这个现象，你心就跟着放下，那你心才放得下。啊，没有我们人吼，心是很难放下。你一心啊，一有造作以后啊，你心神一动，一有造作啊，上来你就住你的大脑就想东想西的。啊，你唯有靠这个修炼，这个气一直往下走的这个特性啊，把流水给关出来的这个特性，哦，你心才慢慢啊这个清净下来，那就是老子讲的清净为天下，天下你整个身体的主人，哦，的主人就是你要一直往下走清净。走到一个程度，清净为天下正，它才能转正气。